油麻地果栏发生偷猫事件，一只只系得五个月大嘅猫仔金枕喺今个月四号遭到两男一女抱走。猫主贴出寻猫告示，寻猫不果，喺情人节当日报警求助。警方翻睇大量闭路电视，星期三去到疑犯嘅住所，以涉嫌盗窃当场拘捕两名尼泊尔男子，并且喺佢哋嘅住所天台揾翻金枕。金枕交由爱护动物协会检查之后，重回猫主嘅怀抱，失而复得嘅金枕精神饱满，状况良好。只猫就日日都喺个抱枕度走来走去噶啦。我第四号咁啊，我系发现睇闭路电视系发现佢俾人抱咗去，揾翻一个成个都好开心，尤其是我哋我睇下几个女同事都好开心。对我嚟讲冇乜点嘅，只不过最紧要就。他們健康就可以了，不要說被人拿出去吃。最重要是這件事，因為他真的喜歡貓的，他是愛貓的，養貓的，你問我拿，我們都會給你，因為我們都有貓仔在這裡。所以說最主要就是貓健康，沒問題就可以了。